品牌开了，刷新一下就有了。嗯，电型环子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这把怎么带征服者了？这把我感觉要战撸对面泰坦大头，我感觉影魔刀配征服者吸血挺好用的。算了，不必了，时间有点不够了。爆个头，我就知道大头 miss 了，就在偷野了。这种一级偷一 buff 也很亏的呀。一血拿下。休息一下，调整一下状态嘛。明天休息。明天刚好休息一天，看比赛。来来来，给个链子，他死了。我要刺穿他们。这你妈的，这泽拉斯怎么来的这么快啊？来个蓝刀，两把长剑。真正的猎人天天休息，我都半个多月没休息了，三个星期了吧，太久没休息了。哎，这个月播的我贼伤，原本想着这个月好好播一下的，排名上去一点，哎，没有达到心理预期效果，有点难受，还不如休息呢。妈的，感觉还是真，怎么感觉还是黑暗收割好用呢？我刚才直接递的话，一样没区别。直接递的话，伤害不高。
以后没比赛的话都是五点开啊，有比赛的话那就六点开，比赛影响还是蛮大的。没有烟，勾引下去。相信我的技术上的这个赔率简直了。你的意思这个赔率太高还是太低了呢？你是觉得它高了还是低了？这皇子7分45秒要死，你们信不信？他马上要拜拜了，杀完这皇子抢完红再控先锋直接起飞啊，把这个跳到 A 了。妈的，我来晚了。稍微早两秒来他就死了。拉出来打。哎，我们这边人来的慢的跟坨屎一样。我回家来个战士到了。非常难受。对面这个中单比打野先到的，我去控龙去了。我不知道对面，我们这边中单一个有位移，一个有大招支援，为什么会比这个泽拉斯跟大头两个短腿的人来得慢啊？而且我还是先发的信号。应该是我们先来才对的。好像是秒了。不来，我今天必须杀到。
五级皇子，我这波可以勾引一下。他肯定要 EQ 插我，他打不过我的。来，打我打我。哎，他不敢打我这个人。去反压他，他在打蛇人。这皇子应该交 EQ 了，他已经死了。来 W 过去，练到就死了。你在干嘛？你的链子的。这大头出来一点就死了。他偷我的野，他们可能还要四八二，看一下啊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六级皇子气息到了。感觉这个黑暗，这个征服者贪婪一点屌用都没有。这我感觉要黑暗收割起码打了三十百伤害了吧。赶紧这塔皮拆一下，我打得很快的，我有小刀在。就埋伏一手打野，死了。这大头不好杀，我杀他等于送。算了算了，我没进化 W。这四十五度角的电盾牌有点帅啊。太帅了。赶紧把木刃买了，起飞了起飞了。昨天有个观众推荐我征服者可以试一下，我今天玩一把感觉没啥用。这会我要是黑暗收割我已经八个头了。作用真的不大。对面竟然不打龙，恐惧一下。来来来，他们没走，来进来，我有扫描。收获。走了，可以打，我征服者满了。
孤立无援。我可以拿 EQ 来，这都不 EQ 我呀，我算了一下时间应该到了啊。有眼有眼，赶紧打王丢。还没到开放时间，以后没比赛的时候提前开放时间啊，5点钟就开放。大家晚上好。这边有人，龙抓皇子，你真是皇子界的耻辱啊！我吐了。等一下要进化一个 W， 这个征服者打贴脸持续伤害吸血的，11级的话不要进化E，进化 W。 就差一点伤害把人秒了。昨天哪个屌毛推荐我征服者贪婪的啊，把他给我关起来。来来来，恐惧一下 EZ， 好的，恐惧。哎呦，完美，这补刀太丝滑了。谢谢啊，这皇子人挺不错的。你说你不出这个龙渣，这不就打完先锋了吗？就不会死了吗？是不是？出龙渣干嘛的？我记得以前打炮台会加补刀术啊，对线这个大头的话补刀术贼多，现在没有了。吃蟹不吃狼，可以。一个有原则的中单，征服者吸了300，潘森，做一下对比好吧。问一下他，我打了346，我感觉他起码打了600。呀，他不理我，很尴尬啊！难道他也是同道中人，屏蔽了？懂啥呀？跑完再闪现锅盖，用最多的技能打出最好最小的伤害，这样
燕子来一个，我下次这波吸了300，龙刷龙刷了，拉个水龙魂，待会儿这个黑切再转影魔刀，感觉护甲不用来特别多，对面 AD 好像不太行，团建来一把，而且 EZ 有一部分伤害它是魔法伤害的，我这打算很好打，我进化 W 的，来来来，大花陨落，后可一下。只是要留一下人而已，这队友怎么比我还要暴躁啊，太暴躁了，能躲的都给他躲了，Triple Q 1v4，没 A 到他，这不有点贪了、啊、吸了1300还行，感觉这个征服者得装备成型才厉害，不太习惯，这有黑暗收割的话早点起来有装备更好一点，来个青羽吧，
被我减速了，动不了了。这波吸的不多，这波才吸了一百。感觉这样还没有我的贪欲猎手吸的多，走黑暗收割，不行，一般货色。我感觉这把在黑暗收割我已经杀25个了。过来，顶不住，顶不住，你进去顶一下。他这个吸血量也不高，还差个魔法弹过四星的任务啊，来个有弹的兄弟送个弹好吧。马上16级了，对面这个 AP 伤害高的，这皇子说纯肉的，说纯肉的皇子也有魔法伤害，他的棋子跟龙渣。直接进化二了，11级不进化E的话，基本上就没有必要进化了。这边等他过来，他直接闭了嘛？闭的话，我们直接开啊！他从家里走出来需要时间的。哦呦，大人，感觉我还要个军团盾。主要是这个征服者还只能吸英雄。减速，我加速 A。最后一个20，不要出来杀我了。不二我吗？我到前面二好像交过，还没好，2级二的，他没 CD。